这一次的教育25周年，团队和和互协啦，这样是很震撼人心。国外人士归来呀、啊，看到呢，饮料后拢会来敬下吼，啊，那一分的表达出了他们的震撼，啊，让他们震撼的，就是一场的典礼呢，不只是台上的演绎，是台下1000多人。1700多人哦，就是动作一致啊，所以他们说哇，开了眼界啦，真的很感恩呐 啊师生校长等等啊，幼教、小学、中学、高中啊，技术学院、大学这样子，还有呢老教授同样一起，这都是呢肢体语言啊都一致，这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泰国池中的孩子们这一次归来啊，来参与慈济教育体25周年庆，他们呐、啊、有备而回来的哦。中学孩子啊，他们回来展现出了我们教育之美，也看到了五四的这一段啊，就是要表示了善恶拔河，的确表达出了如我们人类的一念心，有时候有善的本性，有时候呢就也会有恶念、无明杂念生起，那就是自己的内心的善恶啊，也应该都常常在拔河中，何况呢在社会人间同样都有善有恶啦。那一天我就问说，那结果呢是善的拔营或是恶的拔营啊？善的拔营哦，是啊，只要我们有善念，这一念善心啊，能坚定不摇动，应该呢都可以守护自自己的原来清净本性哦。很有意思的，昨天他们回来啊，他们分享了、啊、好有情哦。在这里，我要感谢工商人说，感恩师公给我们这间很棒的学校，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读书，教我们做一个守信向善、而且孝顺父母的人。我在很开心，代替。如何实现这里感恩施工上的金色师傅，感恩全世界的奇迹，从1994年三零不会计划开始，坚持了每个把爱实践税与大爱之路，爱教我们正常，我亲子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施工上人，请放心，我会一步一步跟随着施工上人。他们呢都很感恩慈济在台北3年扶困呐、啊，尤其是没有慈济在那里盖学校，肯定他是没有读书的。可是他有这样的学校，可以呢受教育啊。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见到师公上人。去年我站在这个，我站在师公上人的面前，那时候还是穿着清迈慈济学校的制服，那时候是高三，然后今年就有机会穿上了慈济大学的制服，今年是大一的学生。如果我本来想说毕业之后能够赚大钱，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对这件事好多，其实赚大钱可能不是我重要的目标，其实我希望说能够回去我学校，因为我希望我们学弟妹呢能够在语言上面的那个能力呢能够更好。这都是呢我们看到了扶困同时教育啦，这样很成功，很开心。同时呢，他们还在会客室里啊，他们也坚持要有敬师礼哈，敬师的礼啦。那有校长有校友哈，那他们呢，就是来献花。这就是他们每一年那教师节的哈，他们对老师的敬重，那他们的那样古礼的教义啦，好，我也跟他们说啊，就说这种的古礼哈，不能散失掉，一定呢。还是要好好的传承下去。他们呢还要呢敬师重弘。言辞啦，我们要把道德都要传下去。那德就是恨，德恨就是爱行啦，要身体力行。有德就是要把这样的道德观呐收纳入内心来，外表呢展现出了这样的敬的行动这都是真真正正这种孝敬的形态表露出来，这实在是我们台湾现在比较欠缺的，在当地呢有这样的完美的文化，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人文呢也应该要落实，这真正看得真感动啦，这是在泰国的孩子们那的表现很好，那大陆啊，这四川的校长有那援建的他们也回来啊，也有表达他们学校在大陆那么大都是已经呢都上榜就是呢好学校啊。典范学校，而且他的教育呢也不亚于在台湾的啦。他们呢，我住在乡下，校长他也让小学来住校，这个起居啦、规矩啦，教得很好诶。那每一个孩子呢，小学毕业啦，都要去读中学啊。那中学呢？校长发现到了怎么会有这一群呢？来的生活那么规矩，你从哪里来呀？他的回答就是说，前进小学来的。这个校长呢，好赞叹哦，这都是这真正是教育，不只是大人教育人，孩子也会当教育那年岁更加大的这种的进出规矩生活行仪等等呢，也都是在大陆四川呢
有了慈济人文啊，这都是也要感恩了、啊。我们台湾也去把净思语传出去哦，也教他们如何教孩子的威仪哈、行仪呀、啊，啊，他们都是这个卢丹教授啦，就一张单拢总收啦，咱开户也什么款的哈、哦，他们都说里面呢。校长也分享了，有一些孩子家庭贫穷啊，他们如何的上进哈、哦，这种故事真的很多啦。总而言之呢，人世间要改变不是不可能，只要我们有心，有心人呐、啊。